小郭，请问你现在还会投吗？当然会投啊，因为1126零零投，带着投票三宝：国民身份证、印章、投票通知单，先领选举票，再领修宪复决公投票，圈票后投入票轨。有照顾6岁以下的儿童，可以带着去投票哦。电脑计票 ，YouTube 全程直播，选务公开透明。126，一起上场，投向未来。